考核改变以往单科目组织的形式，400米障碍、军事体育、战场救护等20多个科目连贯实施，60多人次被评为训练尖子。在前期，我也针对400米障碍进行了训练，最终取得了1分36的好成绩，夺得400米障碍的尖子。在下部训练中，我也会继续努力，再创佳绩。基层分队突出军事体育和专业技能，而首长机关着重考察作战筹划和指挥作业能力。参考人员围绕履行澳门防务使命课题、要图标绘、作战计算、指挥信息系统操作等10多个科目展开比拼。通过比武考核，进一步树立尖子吃香、训练有功的鲜明导向，浓厚练兵备战、大事大抓的良好氛围。